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您收看《正上综艺》。欢迎各位，谢谢大家。今天呢，我们也很高兴，因为我的老搭档程前又回来和我们一起见证吉尼斯世界纪录。对。刚才我们还在说，每次程前来到我们这个吉尼斯挑战现场，现场挑战就成功的把握特别大。哎，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这是2008，能够收录到这本书里的这个记录啊，有时候听起来真是让人呢、不可思议，但确实有人就能做到。没错，谢谢大家看了我们节目之后呢，跟我们的央视国际进行互动，幸运者将会得到一块精美的天王牌手表。是的，那么我们这一个系列的吉尼斯中国之夜节目都是由白象集团独家冠名播出的。今天我们在现场呢，又要见证什么样精彩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呢？我觉得咱们还是马上把第一位挑战者请出来，掌声有请来自瑞典的 Peter Rosendahl。 One of your legs, you know what I mean? It's my third leg. 第三条腿一样的。对对对，确实如此。熟练。So Peter, how long have you been practicing this unicycle? 4 years. 34年一直在练这个独轮车，怪不得像他的。那你今天就是用这辆自行车来挑战吉尼斯纪录吗？So is this the one you're going to challenge your record with? Me. Today I will do the world record for the riding the smallest rideable unicycle in the world. 大家听到了吧？今天他挑战世界纪录，其实是刷新他自己的一项原有的纪录。他原有的是什么纪录？是骑独轮车，但是不是骑这辆独轮车？是骑哪辆？他骑的是世界上最小的独轮车。有多小呢？我来告诉大家一个数字啊。这个记录是2007年5月的时候 ，Peter 在意大利创造出来的。这辆独轮车属于他个人拥有的。这个车轮的直径啊，只有15毫米。来，我们先来开开眼，看看到底这个15毫米直径的独轮车是什么样。对，先来看他这辆自行车。大家看到了吗 ？Can I hold it？ 好轻啊，而且他为了给我们一个概念，到底这个15毫米的直径有多大，拿了一个也是我们中国的1分钱的硬币。来，我们比一下，看在镜头里能不能看出来。他只是比着1分钱硬币厚哈。
对对对，它 smaller, 它的厚度大概有这么厚，对对对对，手臂也这么厚、啊。请你帮我翻译一下、嗯。希望你下次来挑战吉尼斯纪录呢，就骑这么薄的，这别太厚了，行吗 ？OK， no problem， yeah, no probl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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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好。谢谢啊，也预祝你成功了啊！哎，你们先就迷了。OK， 费油。OK， 这个大家来个特写就看得见，看这小轮子就这么点儿、啊，真的太精巧了。哎，它就要这么骑。我觉得这像是一个小兔子设计的一个小车。哦、这个真的。来来，让成年试试好不好？我肯定不行啊。OK， please help me， help me 你到这边来，你到这边来。Oh, OK。OK， 哇，你两边都得扶着，你是自己骑吗？掌声鼓励。能踩得上去吗？啊！哇！啊！真的骑来！就原地不动啊！这个 Peter 先生啊，他要骑着，他要行走一段距离。对。他上次的记录是。他原来的记录是4米。4.31米，就是用同一辆这个独轮车在意大利的这个记录。对，也就是他今天如果能够骑过4.31米这个距离，他就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吉尼斯纪录。规则要点：一、独轮车的轮子直径必须为15毫米；二、必须只能使用踏板来驱动独轮车；三、如果挑战者从独轮车上掉下来，即为终止。其实可以从白线开始、啊。太多了！哇，现在闹了多少了？17 five. It's 5 meters 79. Five meters 79. Yes. 所以现在 Peter 的记录是5米79。五米七九。Have a new Guinness World Record tonight. 我们用在现场见证了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这个时刻，谁来见证？